喜爱缤纷色彩、温馨与温暖风格的女屋主，遇上了王思维与汪中鼎设计师。他们运用巧妙色彩调配、精准风格塑造，为一家五口的新居注入满满活力、乡村风情，创造缤纷视觉飨宴。入口玄关处以蓝色花砖与壁布的铺陈，为空间引入沉静气息，并屋主喜爱的豆沙红串联玄关与餐厨场域。餐桌旁的拱门双开窗，不仅增添空间互动性，也营造出异国风情。翠绿色系搭配明亮采光，为书房构筑轻盈舒适感。透过玻璃拉门的设计，让光线恣意流窜，并在双排抽屉与开放式吊柜设计下，满足一家人大量书籍置放需求。客厅以莱姆绿色调带入清新感，抢眼的彩色硬物墙面象征一家五口的幸福面貌。一旁的粉红卧榻是女主人的专属空间，在光线挥洒下享受惬意阅读时光。主卧室中选用蓝灰色系，与蓝花壁纸、白色线板相互呼应，营造悠扬浪漫感，并妥善运用精灵空间，规划两处更衣间，符合男女主人各自衣物收纳需求。汪中鼎与王思文设计师透过空间的重整、色彩的搭配，不仅创造舒适的生活感，更带来缤纷愉悦的居住环境，为一家五口一圆梦想中的乡村家园。